其实老百姓现在去医院去急诊会看到非常醒目的绿色的字很多，其中有一个呢叫胸痛中心，这是卫健委这个组织下搞的一个资格认证。胸痛中心它为什么要认证这个呢？就是因为胸痛很重要啊。怎么定义胸痛？那么整个胸腔不管是胸部还是后背，那么你感觉到的疼痛，不管是内脏性的，就是你觉得里面疼，还是说我外面表皮疼，你都是属于胸痛的范围。所以说这一说胸痛就范围就病种就多了，是吧？比如说有来自心脏的我是因为冠心病胸痛的，